小伙大热天全副武装 COS 吃鸡，有女朋友谁来？近日杭州 A3 国际动漫游戏展，王先生裹着严严实实的布条 COS 吃鸡。游戏角色别说还挺神似的，王先生说因为没找到女朋友开发出 COS 的乐趣。王先生还说他是在机场工作，机场工作的人基本上都单身，因为在机场工作时间很长，基本上是12小时没时间找女朋友。既然没有女朋友就出来看看漫展，因为王先生认为老在家宅这会憋坏的。记者还问道有没有拍照片给爸妈看，结果爸妈问我有没有中暑。看来王先生父母还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吗？